我们家最近这段时间天天都下了那个杨絮的苗子，就是那个杨絮的那个毛毛，特别特别的多。你看我们家这后面这一块地里面都变成什么样了，那白茫茫的一片，我都不知道这个，你看，就都是那些这些籽呀什么之类的，就是我们家里面你看到处都是这样的。这个东西我感觉要是多的话都能做棉花了，跟棉花一样，能不能做成被子呀之类的。那边你看我们家这边还有那边全部都是的，这一块地里面的毛子都特别特别的多。我听我妈讲的说，这块地里面的苗子平时的话一亩地能产1000多斤，就因为今年这个苗子一亩地只能收个500多斤了，都产量都减半，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烦人。你看我们身上之类的，你看全部都是毛子，特别特别的烦。你们那里这样的毛子多吗？你看那边飘的全部都是了。